逃不过千岁的命运。你看不懂？看不懂。放轻松。我们现在准备要去干什么？买这个看眼科。你闭嘴，安静 ，shut up。必须买吃的，吃的，吃的。先去看眼科。先去吃的。不行了，你先看眼睛啦。为什么？我们挂号是今天下午啊，看眼科。我们现在去看眼科。这边，这边挂号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这边了，这边了，这边了，那边是眼镜的。是饭店啊，眼科。我们刚才有做过视力测试了，所以逃不过千岁的命运。我想戴眼镜，要戴眼角膜，塑形角膜片啊。我要戴。现在视力是200/100/1.0。不知道。你不是1.0吗？应该是有。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不是你视力最好？对啊。对啊。我眼睛很大，像呆子。像呆子。好了，不要紧张了，等到医生的判定吧，好吗？现在要换场地了，哎呦，没有，在这边，这边好高级哦，正好，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。都差不多。左边。那现在这样呢？我左右不分呢。你看懂？还是差不多。看不懂。那现在这样呢？右下角。哎，是左下角还是右上角？右上角。好，那这样呢？左下角。好。你现在有没有看到这个？有。好，眼睛闭一下。那现在变成左下跟右上，哪一个比较清楚，还是差不多？左下。好，现在这样呢？那你帮我看一下这个，你帮我比较一下哦。现在这是第一个，懂吗？这是第一个哦，要记住哦。这是第二个，你觉得哪个比较清楚？还是都差不多？都差不多。都差不多。你要再一次吗？这是第一个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一个。第一个比较清楚，这个比较清楚。好。接下来我们要戴这个塑形角膜片，是吗？我说对了吧？角膜塑形片啊、哦。果然你比我清醒哎，紧张吗？大家不要哭、哦、我觉得会痛。会痛吗？应该不会痛，只是会有点不适不舒服。我们待会试戴右边，第一次戴塑形角膜片，角膜塑形片。那这个
个隐形眼镜它是硬的，跟一般的软是不太一样，所以拿的时候要小心，平常清洗也要小心。但这个通常佩戴前的话是都要清洗过的。可以放在手掌心，然后用放射状的方式这样子往外稍微搓洗，大概15到20秒钟这样子就可以了。这个指甲要剪很好，是不是？指甲要剪掉哦，不能戳到它。要搓很久吗？大概15到20秒，因为它还有背面。背面的话，你可以就是用手指吸着，然后稍微搓一下你的掌心这样子。那也有人会就是用手指这样子搓，但是这样的话比较容易施力不当，所以建议一开始的话还是先放在掌心为主。那搓洗完之后就可以稍微冲一下生理食盐水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戴进眼睛里面的话，可能会有一点点异物感哦。在佩戴之前呢，我们会先用舒润液剪一滴在镜片上面。除了会比较舒服之外，也比较不会有气泡卡在镜片上面。那等一下我们先试右边，它戴进去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感觉，那如果你觉得受不了的话，就可以先闭着眼睛就好了。那我们要先往前一点点，那你的脸在这个横子的上面。那我们等一下先看着你左边的眼睛哦。那我会先帮你戴上来，好，放轻松。那请你帮我看左边的眼睛，你的眼黑眼珠要跑出来。看我的左边。那你看，再看回来一点点，对，看这里，正前方。再看正前方，好，看正前方，看正前方。不要翻白眼，放轻松，看着正前方，看正前方，哇，看回来正面，好，哇，成功了。会不舒服吗？先让你拿着卫生纸，会有一点异物感，有点东西放在里面的感觉。戴着能睁开吗？可以，那你可以试着睁开看看，如果不舒服再闭起来。一开始的感觉会比较大一点点。感觉有东西跑进去了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觉得有一点泪水跑出来的话，你可以用镜子轻轻的吸掉。不要压眼睛哦。好，不要压，轻轻吸，可以吗？可以睁开了吗？那你帮我看前面，看一下镜片。OK。OK。左眼一起戴上。好，接下来左眼。还可以接受吗？可以好。那你算是适应的很快。他自己主动提出要戴这个。是因为班上有人戴。班上有人戴吗？没有，没有人戴，所以你是你班上第一个戴的。你怎么知道？隔壁邻居，隔壁的邻居姐姐有戴。国外比较多是做大人的矫正，但是小朋友的话主要是好在他的近视控制。大人的话是不想戴眼镜的话可以，但是大人的话可能600度以上就比较不适合了。所以大人也可以戴这个？也可以。那我200多度哎，就不用去做激光雷射。对，也可以。等下是左眼哦。那等下请你轻轻的帮我看你右边的眼睛。看右边，眼珠转右边去。我们眼睛看着前面。好，很好哦，前面闭起来。就进去啊。算是很厉害的嘞。好，纸巾擦一下眼泪，轻轻的，不要按，轻轻的吸，可以吗？很棒。眼睛可以睁开吗？你觉得可以的话，可以慢慢张开眼睛哦。好，不要翻白眼，放松。OK， 好，慢慢适应。
所以这都是晚上戴，睡觉前戴，白天不用戴，白天就可以拿下来啊。所以晚上闭着眼睛的时候刚好比较。那如果说晚上起来半夜尿尿呢，就没关系，可以戴着，就还是都戴着。对对对，哦，好。有的小朋友比较习惯之后，甚至可以起床先戴着刷牙，或是吃早餐。哦，明白。可以吗？可以睁开吗？所以左眼，左眼有泡泡是怎么看到有泡泡？这里有哦，看到了有泡泡。那我们放轻松。哦，取下来。放松，眼睛睁开。那请你先擦一下你的眼睛周边，把泪水擦，轻轻的擦干。好，会不舒服吗？我看前面哦，看前面，拿下来就会比较舒服喽。前面，好，拿下来了。哦，又有泡泡。对，先闭着一下下，我轻轻压它一下吧。好一点没？还是有哎。看一下，我可以先看一下右边啊，放轻松，看正前方，看正前方，眼珠下来，右边可以哈、哦。看那只眼睛，应该有眼泪水的关系吧。我稍微擦一下，那指甲要剪了，太长了。决定了，确定你说的啊、嗯。好，那你要好好爱惜珍惜，保护好，自己处理好。嗯嗯，每天啊，很像啊，啊，可以吗？我会配合你刚开始，我会带着你一起带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不行，我说我刚开始我会帮你带，但是我会教你怎么带，以后你就可以自己带了，好吗？确定啊？啊 ，OK， 现在角膜塑形面还在眼睛里，是不是？啊，感觉如何？糊啊，糊糊的。哦，行，准备要把它给拆下来。适应了一下下，医生说你适应的非常好。其实呢，小朋友近视的处理方案有很多，我们选了第三种方案 C， 角膜塑形片。因为女儿不喜欢白天戴眼镜，所以只能晚上戴了。影片前的你，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，一定要保护好眼睛哦。啊，走吧，绿灯了。下来。蛮快点，是发抖啦。